狗狗肚子下面有个囊肿怎么办？孙嘉晨，职业兽医师。及时就医，通过临床检查弄清楚囊肿的原因，因为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囊肿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。举几个例子，假如说所谓的囊肿是由于脐疝、腹壁疝或者腹股沟疝引起的，如果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生命活动，那么就需要尽快通过疝气整复手术，将疝囊内容物及时环纳于腹腔，并将疝孔缝合，才能够完美解决。再比如说是由于肿瘤引起的，并且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生命活动，那么就必须通过手术切除，然后将切除的肿瘤组织及时送往实验室进行活检，来判断肿瘤的良恶性质。如果是良性肿瘤，那么在切除之后一般不太容易复发，只要做好术后消炎基本上就可以。但是如果是恶性肿瘤，为了能够治愈这种疾病，在术后还需要进行化疗治疗。再比如说是皮肤增生物，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过度处理，或者也可以通过手术切除缝合的方式进行整复。能够引起这种症状的疾病在临床上远远不止这些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，只需要记住两个字就可以，就是确诊。